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Justina。 然后几乎我每次拍 YouTube channel 我都不懂标题会是什么，可是这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会是头发大改造，因为今天心血来潮就想去弄一下头发，毕竟现在的头发的情况不是很好，现在的头发的颜色就是比较不均匀吧，我觉得，因为之前我还来过这两条，然后就是有一点干，再来就是有一点短。那我本身是比较喜欢长头发的，然后所谓的大改造的意思就是先把头发弄健康一点吧，然后再染个新的颜色，再来就是接个头发，所以我觉得应该会不会分两天来弄。给你们看看我头发最后的一面，拜拜。哇，好像很久没有见到阳光。然后我现在就到了我每次来的发廊，哇，不懂大家听得到吗？然后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穿着，是我妹买给我的双胞胎穿着， All the way from LA I guess， 还是 Cherry 的 brand、yeah. 然后再来今天的鞋子，这一双是我很爱穿的 Balenciaga。然后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哦，就是有我的 size 在这里。小姐姐是每次帮我做头发的，你们刚开店是不是？刚刚开。对，我是第一个 customer。我有点期待今天的一切，因为我等很久了，祝我好运。这样，其实我头发现在的情况是如何？现在呢，他的头发呢是算是比较干燥一点的头发。因为有很多颜色，有苹果白，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它再弄亮它的上面的部分，你可以看长那么多出来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全部弄亮它，然后给它一个大改造。早餐吃了 oats， 可是妈妈已经打包了米粉，然后我也不想浪费，所以我带来自己吃了。然后每次呢，我去做头发，我都会带我的梳，还有自己的水泵。So this is after the color remover. As you can see, the color is slightly lighter, but we can see where the problem area is. This is her previously bleached hair, and this is the darker reddish brown that we're trying to remove today. 所以呢，刚才弄了一层，我不懂叫什么东西，就是之前漂过这里的比较黄的。所以呢，等下我们再漂一层的时候呢，这里会减少被漂的那个程度吧。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要来决定漂的程度，然后稍微比较浅的颜色的话呢，就会漂比较少，这样子头发就不会很坏。We are blonde at the moment. Okay, when we dry the hair, then you can see how blonde she is overall. It's gonna look a bit darker when it's wet, but.Stay tuned, it's time to color the hair. Let's go.真的是均匀很多的，就是没有那种一条一条害。
highlight 感觉，超级无敌满意，然后真的是很期待它接发的成果。你看 outfit 就是一个外套，然后一条面 crop top， 还有长裤。OK，Let's、okay, go。然后我今天带有这个环保袋，里面就是有我的 camera， 我的 phone stand， 水罐。给大家看看我的未来的头发，还真的是有点长，好辛苦他们啦、啊，因为为了染这几撮头发，染到三更半夜。厕所，我屁股都麻了，所以就上个厕所。我的理发师说我要站着剪，因为头发太长。哎，我看不到。耶、yeah ！终于剪完头发 ，Oh my god！我要来特写，这是我的腰，哎，可以做素的。Oh my god， 很美。接下来卷个头发就好啦。You wanna color your hair? Find him, Sam.Next, we have Pei. 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接头发，谢谢大家，还有老板，谢啦。好啦，那在这影片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接发心得。毕竟呢，我接发也快要有两三年了吧，就是已经尝试了不同的接发。那有接过头发的妹妹们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水晶接发。那其实水晶接发呢，价钱算是比较便宜的。如果你是第一次接发的话，会很不习惯，睡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一粒一粒这样子。当你绑起头发的时候呢，也是会看到一粒一粒这样子，那人家会说，哎，这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绑久了，它会变白白，其实不是头皮屑，就是头发断了，可是人家就是会以为是头皮屑，这是我个人的经验。然后还有就是梳头发的时候呢，上面其实有一点梳不了，就是会卡着，真的很梳发尾。然后接下来就是贴片式接发，我相信马来西亚都很多妹妹们用这个方式来接发，因为它的舒适，它的舒适度的确比较高，就睡觉的时候比较舒服，而且它不会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接发。再来就是它的接的时间没有这么长，就除了很难梳开以外呢，我觉得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接下来就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编织羽毛接发，这的确是我第一次接这种头发，我只能说太舒服了，太舒服。睡觉的时候是超级无敌舒服，完全 feel 不到我的头这里会有一粒粒还是什么。梳头发也是很顺，就是可以从头梳到尾，绑起来头发也不会一粒一粒这样子，就完全察觉不到我是接发的。除了消耗的时间很长，大概5个小时吧，价钱偏贵以外呢，其他的都 OK。然后我每次接发呢，就是大概每3个月我就会把它拆掉，因为头发会长，然后我觉得应该给我头皮休息一下。之后呢，如果要再使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可以重复使用。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希望想接发的妹妹们透过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谢谢我的发型师们，我已经去了5年的发廊，帮我染了我很想染的这个发色，还有接了这个长发，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长长的头发的。那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点个 like 和 subscribe， 然后还想看些什么视频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